学生在大礼堂注射区十二排全部坐满，医护人员推车到座位旁边施打。BNT 开打第二天，学生还是很紧张。我打的时候很紧张，因为我很怕出事情，一定会紧张啊，全校都会在看着你打，那种感觉当然不一样。镜头转到另一间高中，现场弹奏古典钢琴，希望学生能够放松心情。当然，学生也是有备而来，就是说准备一些普拿藤来应急。平常都12点多，昨天10点多，快11点就睡了。22号开打第一天，全台包含双北、桃园、苗栗、台南等5个县市，总共有12392个人施打，62个人出现晕针等不适的症状，1253个人请疫苗假。其中在台北市的部分，第一天原定4623个人施打，实际施打则是4461人，施打率96.5%。打完身体不适的有48人，有648个学生请疫苗假，比例大约15%。BNT 校园接种第二天，全台增加到19个县市施打。为了降低心肌炎和纤包膜炎的几率，学校健身中心教练也给出建议，可以采用就是说，间隔式的运动。例如说，原本我们一节课是40分钟，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每20分钟就先休息一下。原本是在操场跑步的，我们就改到室内的健身房。传出第一批客制化标签的 BNT 将由华航载运，在周五清晨抵台。如果 BNT 顺利到货，将是台湾防疫一大助力。记者陈玄白、林英伟、王一仲台北报道。